上好哦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好。数字君们，请问有几位数字君？你们的大头贴怎么了？谢谢纽约，你们的大头贴，我上面一排整排都是妈妈，让我截个图，让我截个图。谢谢神秘礼盒糖果。让我截个图。没问题，合照，我跟那个很多妈妈合照。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？你们又开启了什么奇怪的企划吗？谢谢17号的法国，有点困难，我要怎么认你们谁是谁？0.1号应该是 Wilson 吧？看起来应该是。谢谢5号的遨游太空。5号又是谁？我需要一点提示。有提示吗？5号会是谁啊？0.1要请吃饭。你说那个0.1号是真的是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绿色的标志很好认。他后面有一长串不知道是什么。谢谢2号的应援棒。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困难哦，是要我记起来你们每个人吗？7号、87号、20号，第一次合照是这种时候。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照片？谢谢蓝色应援棒。Hello， 晚安。1221号，为什么叫1221？0.1请吃饭。来猜谁是谁吗？我猜吗？有点困难。谢谢8号的 Love， 谢谢21号的棒棒糖。猜猜你是谁？我现在努力啊。有什么那个吗？有没有什么提示啊？你们这样名字跟那个大头贴什么都没有，我现在只能看等级认人吗？谢谢射箭。我现在只能看等级认人吗？提示只有数字，数字有那个吗？有关联性吗？数字有关联性吗？谢谢你续费是吗？看关注列表认人。这样我每个都要点进去。46号是谁？白银，这怎么可能查得出来是谁？桃园市，27岁。谢谢49号送的礼物。Hello， 塔瓦哥，我现在这台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大家的名字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偷看自己，我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啊？看看总榜如何？总榜要怎么看啊？看一下，看总榜是吗？0.1号是为什么？1314号是小白，然后314号是314号是谁啊？那个大头贴好像似曾相识，好吧？
66号，66号没有任何，没有任何的讯息。66号，66号没有，我完全找不到哎，会不会有点困难？46最喜欢高位啊，西六姑嘛是吗？46号，桃园县。猜猜你是谁？88号又是谁啊？88吗？可是88会来我的台吗？他有来过我的台。1号最喜欢01，1号又是谁？还好你不在前面的排行。66是某个物品，66是某个物品。46竟然被出卖，你竟然知道88。猜猜你是谁很好猜，不行啊，这太难了吧。49号不是，应该是小晴推吧，感觉49号这个数字。7号最喜欢01了，你们谁都跟我讲说你是喜欢01。20号是新来的，20号是新来的，新来的又是谁？01没问题，01今天很有问题，我今天刘海还不听话。我现在没办法好好认真的弄我的刘海。今天我是要写，我写起来，我先写起来。0.1号是，0.1号是那个Wilson。我的笔在哪里？每个人头贴长一样，长得一模一样。0.1。换个号比较，1221号是新来的，我怎么可能知道1221号是谁？再来看一次，太难认了吧？5号又是谁啊？39岁，真心39岁吗？39岁，1221号。完全没有任何提示哎、欸。87号，87号是女生哎、欸，87号是女生哎、欸，你也是公演，你也是公演，大家都用那个大头贴是为什么？谢谢生煎包。有点困难哎、欸，我今天真的猜得出来吗？你们确定你们要就是？直到我猜出来，然后你们再改名，这样。我如果猜出来，你们就改回来。9号原本抢49，结果被抢，难度降低。什么难度降低？你说我刚刚讲，你们都是公园诊所本人，公园诊所本人才不会讲中文，好不好？可能要挂整场。88是个很特别的数字，很特别的数字。这个妈妈好帅又好笑，这个是那个2017 mixing 的小剧场，他一个人扮演很多个角色，这样特地学的，他才没有那么闲来看我直播呢。要挂到你认出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认出来就要写，就要那个、啊，你们就要改回来啊！所以我有时候要改回来。个人知道你很支持，不对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不会相信这个是他本人。想象被高远真的包围，你说被那个警察包围吗？48号就转推咯，48号。勋爵好像有猜到，49号是信伟之类的吗？傅伟，感觉好像你怎么不猜你是谁？你是卡丘，你就写了卡丘，我猜你吗？1号完全没有任何提示给大家，你们完全没有任何提示。你阵亡，你阵亡了吗？我有猜到吗？
明明猜猜你是谁？六六九号，六六九号。我现在只能看等级认人欸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们的等级是多少？猜猜你们一定猜六六九，念快一点，六六九啊，圣文是吗？圣文，六百六十九号，六六九。是吗？有吗？有对吗？有对吗？こんにちは、マモです。不是，好不好？マユサイコ，为什么突然是マユサイコ？厉害咯！四十六号、四十五号、四十九号、七号、三十七号。这个人喜欢八八八什么东西？太多了吧！我真的猜得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？太困难，我现在只能用那个等级猜啊！这留言串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好像在跟同个人讲话，这样有超多个。我都不知道哪个数字有人，哪个数字没有人。疯狂洗版，你应该也不认得你，为什么？你改回去我看看我认不认得。给太多提示，太多提示。数字君，数字君，你们讲数字君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们是谁呢？ゆいゆい神推しです。三十七号，三十七号是那个哲吗？因为有 Mina， Mina， 什么哲 Mina 的？本物ですよ。違う、本物じゃない。为什么真的被秒杀？不知道，凭感觉。改回去就曝光了。你等级很高，四十八号等级很高。可是我不知道四十八号是谁啊？洗衣机，洗衣机是王子吧？看起来很像。亲爱的，三十七号，一二二一号会某一种乐器呢？某一种乐器吗？什么啊？伤心要转推了，四十八号，推我，推我，推我。四十八号是东西南北，北人神推。你一提问时间，好，让我写一下，我写一下号码好不好？让我需要一点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现在有几号？现在有几号？我现在只知道0.10号。谢谢棒棒糖。43号，77号，45号，17号。太多太多太多，零号谁？87号。6081号，88号，17号，17号写过了，48号，182号，49号，所以49号是信伟吗？有吗？我有猜到吗？先让我先写一些就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猜不出来。0.1号就是为什么？不要再装了，一看就知道。结合语录的最新玩法，示威，示威，示威，等一下，
我看一下，37号，37号就是 Mina 推啊，37号到底是什么？做个记号，才提示一个字代表灵异有记住你，所以48号是北人神推吗？我可以确定吗？10号有写吗？我还没写，我还没写，太多人了。太多了，太多太多。那个神是谁？就你呀、啊，0.1号。最喜欢拿两根棍子，两根棍子。你说爵士鼓吗？是吗？两根棍子哎、欸。谢谢棒棒糖，谢谢46号。所以46号是西流库吗？是啊，7号是谁？我怎么知道7号是谁？谢谢枫叶，被猜中要改回去哦！被猜中给我改回去，怎么认出来的？怎么认出来的？当然是猜的、啊。给我提示，我可能猜得出来。608号，608号，608号，我看一下。608号，台中，台中，台中，608号。你也有个 no。No， 一号被告白过，所以一号是早葵吗？是吗？10号会英文，我怎么知道会英文？大家都会英文啊。我是谁？有 No，No，Nobita，Nobita， 是吗？等一下，我需要回顾一下。608住台中的 Nobita 是吗？有吗？我猜对了。608想加粉丝团，但要被猜到改回名字再加。对，你要改回名字再加，不然我不知道你是谁。2号会日文，等一下，我需要一点时间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果然太好猜，果然太好猜。10号有绝对音感，绝对音感，我不知道谁有绝对音感。88号的名字中间很难念，名字中间很难念，所以是有三个字是吗？西文还有西文 ，Hello， 信伟，你回来了。信伟是49，哎，对吗？49还是48？被表妹赐名，你被表妹赐名。傅伟，1221号，你是两个字的，17号是两个字的，17号是两个字的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粉红色的字，粉红色的字好像在哪里看过，最后悲惨的没猜到，我觉得我2个小时一定猜不到全部啊。所以小白刚刚是几号、欸？我刚刚好像有说你是几号，但是我忘记。也被表妹赐名啊，零号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0号。0号又是，0号15岁，所以应该是那个吧？是那个吗？嗯。我不知道，15岁，是真的15岁吗？真的15岁的话，应该只有于豪吗？15岁，爸爸的名字中间是喝，
两小时吗？某十号是灵异神推，十号是灵异神推，十号是灵异神推。这个提示有点不太好，不太，我不太清楚。表妹来了，表妹绝对猜不出来是谁啊！我刚猜到哪里？我刚猜到哪里？我忘记了。对，我需要他帮你们取的绰号，让我了解一下谁是谁。雷吉，为什么直接改成公野真守？日本神话的动物，日本神话的动物。等一下，日本神话的动物。四八四号最爱看老师直播，所以是北极星吗？感觉表妹错过最近的部分。二十号会某种。日本神话的动物是什么啊？会，中间是会，所以是会香吗？因为会香啊。被表妹赐名十七号，粉红色的字好像在哪里看过。等一下，我需要二号要坐飞机来见你。二号吗？在海外，证人不然就是许阿贵吗？证人吧，十七。等一下，我需要了解一下。来看一下，好吧，你竟然都没有任何的资料可见。一辈子当吗？除了是灵异之外，还有一个神推。十号除了灵异，还有一个神推。等一下，我把我的电卷棒关掉。表妹赐名嘉义，那东西跟某某有关，某某有关，狐狸。二十号，动物跟某某有关，狐。八十七号名字第一个字是小。八十七号第一个字是小，但你有很多尾巴。等等，我现在有谁答对？我不是很清楚。八十七号第一个字是小，八十七号第一个字是小，小还会有谁啊？小就小易小。小厨，小，好认真在猜。您刚猜对，我刚猜对谁了？我刚在猜谁？有确定你是谁吗？1221号吗？副委啊，是吗？你应该猜不到你77号，第一个字也是小。37号第一个字也是小，有那么多小吗？三十七号，小，小，大超是小火龙吗？提示给很多了。二十号刚刚给了什么提示？动物，跟某某有关。你没改到，87号没改到，什么东西？确定48号是谁的吗？48号，我刚刚有猜吗？刚好猜48号是谁吗？好像48号是北原神推吗？如果依照刚刚那个我的记忆的话，624号七个字会不会太多？什么海豚那个吗？我记得最长的名字应该就是那个海豚。好懒得改回来哦，躺着。所以87号是谁？算你答对了。所以48号是北原神推。好，我写一下。十号是原本名字有12个字。17号2个字哎。17号2个字。Hina de， 所以87号是小厨。需要一点那个
我刚断考完，这样会不会用脑过度？一月二一号是副委，对吧？对吧？我有猜对，副委。37号 ，Mina， 跟 Mina 有关，小，嗯？有胡子的滴滴，有胡子的滴滴，121号有胡子的滴滴。你要找月月，月月会来看我直播吗？43号，43号，我现在剩谁啊？我看一下，77跟77有关，77跟77有关。77跟77有关，有胡子是鲁松，对啊，有胡子是鲁松。静静的看林一彩，静静的看林一彩。123号，坚定专一单推显低气，坚定专一单推显低气。嗯，我需要一点提示，他竟然没有写。最近不理我伤心，我努力，我现在在努力。周榜，寻找周榜。17号，等，17号是谁啊？新竹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到哪里了？等一下，得，1228号，39号，会不会太困难了一点？会不会太困难了一点？查中榜，所以我刚看周榜的话是今天的吗？周榜是今天的。名字三个字是日文，182号。三个字，日文。其实都不会被猜出来，竟然会猜对你。所以海豚是几号？有用心就好。好，我努力。4月第1天，而且是星期一。哦，所以是今天是吗？好，那我看月榜，5号。等一下，月榜可是5号在第一名，我有点障碍。等一下，谁会在第一名？可是下课会出现在这里吗？下课我刚刚看他好像不在这里，对，下课没有改名，所以第五号，等一下，有谁啊？那集魏松小白。等一下，有谁啊？等一下，集体头贴好讨厌。月榜也是今天啊，是吗？月榜也是今天哦，好吧。月榜也是今天吗？月榜也是今天的。好，那我看总榜，我看总榜。哇，有点多。有人叫大子吗？哈，都是妈妈，对啊。有时候竟然是用日文名字，10号有时候竟然用日文名字，10号日文名字。三个字吗？182，182是不是那个亚马卡？三个字的话，日文的话，然后十号日文，等，有胡子的弟弟，121号有胡子，我怎么知道有谁有胡子？121号，胡子，
胡子。一百二八十二号不是吗？那我想一下，三个字日文，那就是阿基拉。刚刚有人写阿基拉，是吗？国术是你。等一下，所以我现在猜到哪里？我现在还有谁？我打勾一下，我不知道我猜中谁了。0.1号，87号，六百零八，我有猜到吗？608，我有猜到吗？雨欣回来 ，Hello， 你回来了。你刚刚是几号？傅伟，还有46号，还有谁？我还猜了谁？刘海好短，今天刘海因为我刚洗完澡，所以他不听话。48是最爱看老师直播，所以是北极星啊。我有写吗？我好像没有写上去。484，打勾。49号是信伟，我没有写上去。49号是信伟。48号是北仑神推，然后现在还有很多等一下怎么办？01号，87号，87号我要写，两小时猜得完吗？我希望两小时我猜得完啊。121号，惠香是88号，惠香。名字有一个红，77号有一个红，等一下，今天愚人节好玩吗？我今天愚人节就是没有什么差别，等时间到再自爆好了。0101号。没挂马甲，笔画少，两个字。没挂马甲，笔画少，两个字。17号，两个字。没挂马甲，笔画少，笔画少有谁啊？没被表妹刺过名，笔画少。我写一下，17号嘛，17号笔画少。10号要见林一坐飞机，要坐飞机来，等一下，要坐飞机来，然后他日文坐飞机，是日文，会不会太多七了？有七跟七七跟七七七，有点多。被你取完变五个字，所以7号是柔君吗？五个字五个字应该也没有那几个，他结束之前都不会被猜到。他真是什么柔尾，你不要捣乱我，我猜不出来。零号是雨欣，你刚刚不是说你01号吗？所以是0号吗？赐名过我，43号有被赐名过。赐，我写赐。即将是令和，对，令和。有猜到669号，669号，我没有写669号。对啊，累瓦可能是我哥吧。林一翻 IG 灯会粉丝标记你的文章，应该就找得到。IG 灯会标记我，77号，红红。
什么红？问那个数字君问题啊，十号跟零一同岁，等一下跟我同岁，有谁跟我同岁啊？要坐飞机来找我，然后同岁，被表妹赐名过三个字，七七七三个字。十七号猜到了吗？我还没猜到，笔画少，笔画少，还没猜到。所以七号是柔君吗？是吗？我有猜到吗？刚刚有人讲你的名字，七十七号。等一下，我应该猜不出来。枫叶，你们都猜到零，还没猜到，真的吗？四十三号两个字，四十三号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对，所以七号是柔君。七号，七号，七号。三十七号，等一下 ，Mina 的粉丝 ，Mina 的粉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而且他还是简体字哎。会是小易吗？小易推 Mina， 小易没有推，小易有推 Mina 吗？小现在有，所以三十七号是，你没问题，我现在超有问题，我现在超有问题了。你推尤以，尤以是女神，所以尤以。神推，太难了吧，太难了吧！你是推小迪的，121号推小迪，超难，我超难，超难的啊！这个121号没有提示，我需要一点提示。你被55个人追踪了，你很厉害。你有问题，我超有问题。99也推，777不在台湾。我写了一个3是什么意思？三个字吗？你也不在台湾，三个字，不在台湾，不在台湾。我现在在玩猜谜游戏嘛，好吧，这样我就有主题这样。七号来了，七号来了，数字君0101号，五号，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121号，等一下我根本猜不出来，121号。我刚写，我有写121吗？我没有写121，121，我写了“胡子”两个字，我写了“胡子”两个字，121号，感觉好像没被01记住，你要改回来，改回来，37号，改回来，你的 ID 是 SA 开头 ，SA 开头吗？什么？昨天有 tag 01。0101号昨天有 tag 01，昨天 tag 我，我刚猜到哪里？我忘记我猜到哪里啊！等一下，我刚刚猜到哪里？胡子是谁？那个121号，他说他有胡子，我不知道有胡子是谁。21号。21号有提示吗？我这边完全没有写提示。另一只手机翻，你说77号吗？好不，我寻找，我需要一点线索。大胡子还有8号哎，8号又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又没有8号？胡子就光有诊所看图像，不是608号です。
608号608号608号，对啊，608是那边的。生日会有趣，生日会有合照。你说21号吗？你说21号有合照还是 TP 出奇凡？小丽有以神推哦，你就叫小丽有以神推，我以为你有绰号之类的。小丽有以神推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这里，这里。21号有合照，21号有合照，21号有合照，有合照，谁有合照？是有合照。忙着想，所以来玩空吧，空空，空吧，空空又是谁？上星期六有去，43号，有被赐名，你有被赐名，你有被赐名。我来看看，有被赐名，有被赐名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现在我也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上星期六也有去，也有被赐名。00号也有被赐名。在我心里，刚刚在你 IG 文章留言，刚刚吗？好，你有被赐名两个字。现在还有谁啊？坤坤、怀怀、博翰、博翰，嗯，还有谁没出现过？小杰，小杰好像没有改名。还有谁？两个字好多人，两个字超多人。你又不想你们自爆是吗？我加油，我不行的时候你们再回来。十号有备份灵异甄选时期的黑历史片段，谢谢 AKA 的麻将天胡。十号有备份灵异的十号有备份，然后坐飞机。跟我同岁，谢谢天胡。你的头像如果不好玩，要跟你说。还可以啊，我觉得不会怎么样，小易不是猜过了吗？小易没有出来过啊。小易刚刚没有出来，可是我讲他的名字。一分钱，中钱财流，超明显啊！那我搜寻一下。啊，这个吗？尤家宏，77号。这个名字好难记哦，三个字，本名超难记的，我觉得。刚，你知道十号是谁的？十号是谁？坐飞机，名字是日文。坐飞机，零一推，有没有看过参加你活动还光明正大举着别人扇子的？参加我活动光明正大举别人扇子。昨天 IG 限时 tag 我 ，IG 限时 tag 我，43号我有记录吗？43号应该是那个吧？是博翰吗？博翰吗？4月1号不是4月1号，谢谢枫叶。还有谁啊？半夜 tag 算吗？等等，121号太明显，121号我真心不知道121号
什么叫做有胡子？什么叫做有胡子？玩活动的有个是阿姨，十号小易吧？十号小易，小易，那他日文他他会写日文吗？那个名字，他刚刚的提示有日文这两个字。tag 我 ，tag 我，19个小时前是几点？用本名啊，本名不好记，本名吗？你也是本名吗？121号也是本名。胡子滴滴难道是？胡子滴滴难道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本名真的超难记。19个小时前是几点？现在几点？现在19点。哦，所以是12点吗？博翰来了，博翰来了，所以我刚刚有猜中吗？那个43号是吗？胡子那个该不会是？等一下，我真心不知道胡子是谁。谢谢棒棒糖，谢谢洗衣机的棒棒糖。314号到底是谁啊？那个大头贴很微妙，好像哪里看过。谢谢3号的偷偷喜欢你。尽量不要用 IG 猜，我没有啊，我现在没有用 IG。猜对，所以我猜对谁？我刚刚猜对谁了？胡子是李先生，李？有人姓李吗？谢谢真情告白，谢谢0101的真情告白。故意搞错你名字是什么？10号 IG 账户头码和尾码是 T 和 K， 所以10号是小易吗？吃巴沙之类的，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猜的。季先生，季国树是吗？是吗？哎，所以是几号？121号是纪国树，121号，所以胡子到底是什么？我有看过胡子吗？三号，3号完全没有提示。等等。噜，所以十号是小易吗？好像不是，对你的胡子没印象，没有印象，完全没有印象，空吧，为什么只有你一个是那个中文？本体是胡子啊，真的吗？怎么没有听说过？10号猜对了，猜对了吗？我猜对了，终于。哎，所以他会有写日文吗？那个名字，还是我刚刚自己写的提示，我自己忘记。第一个对你胡子没印象，真的没有印象。谢谢棒棒糖，3号推雨林，推雨林那个吧，孝贤，有对吗？77号，加好是77号，我有打勾，三号，6号推品涵，6号我这里没有6号哎，6号有讲话哭吗？怎么那么快？你说雨林推啊，雨林推知名的雨林推。3号拜拜，谢谢阳光。45号在哪里啊？45号没有提示，还是你刚刚有讲我没有看到？空，推一下悬崖。谢谢生煎包，谢谢礼物。还有谁跟你一样活着？现在还有45号。
十七号，182号我有猜到吗？好像没有吧。还有谁？还有20号，20号，01101号，21号，8号，6号，0800，0800，然后777号，43号，有43号猜到，有抓过超过十个吗？有啊，为什么？小厨弄比大早亏，会香北原神推信尾副尾。西罗克玛，小翼北极星，鱼豪，博翰，1221人力银行，1221人力银行，为什么是1221？被大家卖掉，对，121号是被大家卖掉。圣文，我有猜到啊，669，对吗？如果是这样记的话，669，483，所以哦，所以你有，我一直以为你都打中文进来耶。前天拍了很多灵异的头皮，你拍了很多我的头皮，你拍了很多，你为什么拍了很多我的头皮？你怎么拍我的头皮？88号真的很难猜，就是要用名字才可以猜出来。88号，你很常888吗？我看记不起来。0800，知道他是谁？0800，前几天拍了可爱的零一，0101号。空巴哇，谢谢炸弹 TNT， 为什么要送我炸弹？我就欣赏可以不认出我的，因为还愿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还有谁没有猜出来？182号，所以我刚刚有猜到182号吗？谢谢大四喜，谢谢志伟的棒棒糖。空巴，喜欢乱说一堆话。前两天拍了好多可爱的，知道17是谁了，吸引人，看得到眼睫毛吗？继国怒。17号，他写笔画少哎，笔画少是，原来零一认为还没认出来，早知道继续玩了。所以阿基拉是谁啊？是几号？45号，45号在哪里？没有45号。白色情人节限定，45感觉就是 CC， 为什么45为什么是 CC？ 我需要一点提示。45号，白影欸，他是白影欸，他是白影欸。45零节的数字啊，甄选号码，所以45号是 CC。 零节的话应该要214吧。45号是那个吗？终审的号码吗？送人都80，还知道谁等级偏高。 CC 很高，他都送过火箭了。21品涵有合照，21品涵有合照，品涵有合照，
彰化县土豪，彰化县土豪。四十五号有跟品涵合照过，四十五号有跟品涵合照过。跟品涵合照过，为什么会跟品涵合照？你刚用182，所以182三个日文是阿基啊。那为什么是用182这个数字啊？21不是甄选号吗？就嘻嘻，45号出现彰化县，所以是45号是嘻嘻哦。如果依照刚刚的推算，它的等级很高，然后45是林杰的终审号码。躲在角落看凌晨0101号，等一下0101号，我需要一点提示。0101号有被赐名耶，有被赐名，有被赐名。西西不是基隆人吗？西西是基隆人吗？6666，我再看一下排行榜，有点困难。314号到底是谁啊？314号为什么是314呢？17号，笔画少，我需要一点提示。有没有啊？之前有写过吗？我之前有写过吧，好像没有写过。小心是谁啊？六雨晴，什么？你们现在到底是在讲什么号码？还没被猜那个被表妹长脚的人，卡丘没有改名字啊。就这样猜了一个小时，对，我猜了一个小时，写了两次，表妹大抄写了两次。斯巴萨给了我多少提示？你给了我零一推日文，要坐飞机，这样。到哪了？四十五号撑好久。45号撑好久，为什么？跟品涵合照，跟品涵合照，哎，ID 是女生在用的，你的 ID 是女生在用的，可是你不是女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ID 是女生在用的，三号字界露馅，三号写了，三号不是小写吗？猜对才能改，还是人不改就不改，猜对就改，21号。三号对，三号不是小型吗？没确定，不能改。所以45号是 CC 啊。三号那个签根本没改。他写我是小型，还好我刚刚没有点进去看。你确定吗？45号吗？我确定啊，我确定45号是 CC， 好吗？我可以确定吗？答案确定。骑士欸，39等，都是那个颜色的，那个牌子，让他一直数字君。45底下贴文说明了一切。
嗯，对，西西，嗯，对，西西，001号还没拆除，对啊，他也被赐名，然后他说他被写了两次，他被写了两次，哎。他被写了两次，邻国一次写本名，一次写本名，许阿贵吗？是吗？诶，是吗？嗯，几个字啊？几个字啊？需要提示？没有提示啊，45号没有提示。啊，45号有提示哦，不对，不是45号，010号，001号没有提示，完全没有提示。嗯？777号，777号，777号，嗯，被安娜追踪，被。洗衣机追踪，被寄狗术，还有什么低调的小爱追踪？777号，哎，生日1月5号，摩羯座。我怎么可能知道谁是摩羯座？你头像就是提示，他头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头像是提示，头像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头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等一下，两个字，嗯，两个字，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你的头像什么都没有，有英文，你有英文，偏偏是英文吗？偏偏是英文吗？英文呢？等等等等。Andy Junior 是吗？很久没有看到的 Andy Junior，太……刚刚有讲说答案只是错人，777号，你说我刚刚有讲出谁的名字吗？我刚刚讲出谁的名字？决定帮你帮把大家都猜出来，那你就是唯一的麻木了，你就是唯一的麻木了。怎么还在玩？我根本猜不出来啊！谢谢谢谢小白，21号叛徒，其实刚刚快猜到了0101号吗？0101号，你有被？天津军姐出国中，所以刺宝岛粉，还在猜吗？我还在猜，啊。刺，被刺过。嘿，中文加英文，中文加英文，邻国，邻国，邻国，然后什么，LINGO，是吗？通个电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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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答案确定吗？好，我确定，中文加英文。谢谢8号的应援棒，来荧光棒。Hello，阿贵仔，现在还剩谁？现在还剩谁？777。一来就破了不少人，好想偷看解答。谢谢孝贤的，有点危险。盖一层，民国0101号，谢谢星之冠，谢谢星之冠，以后你都是妈妈了，不行，我努力猜出来，太困难了，超专心，根本忘了要开箱升血，现在开，开起来，我一直在想。
年苦到底是哪一个？太多人了。空吧空空，空吧空空。阿姨现身了，阿姨，你才是妈！我虽然没有听三一四，哎，三一四从头到尾都没有写过啊。三一四刚刚有出现过吗？314。哎，三一四刚刚有出现过啊？等一下。三一四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三一四，哎，三一四是透露奖是吗？三一四是透露奖，谢谢八号的新之冠，我现在快崩溃。星期六就拿到零一的升血，升血，有人拿到我的纸笔吗？不然我怎么叫你姐姐？控八控控。控吧控控，嗯，谢谢，再买下去，谢谢礼物，谢谢礼物，少一点金什么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字怎么念呢？三一四是谁？谢谢新之冠。谢谢星之冠，金佑，金佑，金佑是17号，笔画是蛮少的，笔画是蛮少的，好难哦。圈叉简单，你滚不好，投降。所以17号是金佑，笔画少哎、欸，只有笔画少。17号厉害，超难猜，超难猜。我现在还有谁？45号是不是还没有出来？45号出来了吗？45号是西西啊，所以为什么西西跟我讲说品涵？嗯，跟品涵有合照是西西，西西有跟品涵合照。谢谢棒棒糖，你有问题？我现在不太好，我现在不太好。现在到哪了？现在到哪里了？20号，20号还在吗？甚至会有跟品涵合照，真的、哦？有被赐名三个字，777耶，许阿贵，许阿贵吗？777。有，你有问题，你有问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五号是谁？五号没有在我的单子上。啊，不是改回来了？那三个字，然后不在台湾有谁啊？三个字不在台湾有谁？五号为什么我没有记录过？还是我被我自己的字丑死？777耶，三个字不在台湾。三个字不在台湾，那在哪里？他说答对了。也不在台湾，所以777号是吗？所以777号是许阿贵，对吧？对吧？刚刚有一个叫什么？刚刚有一个叫什么阿贵仔是？不一样的人，这样吗？大家都要改啊，在你心里。谢谢玫瑰。我以为阿贵仔是你，我刚刚也有一度以为阿贵仔是你，所以刚刚林有猜到你吗？我还没有猜到空吧空空。呜，什么叫做女生？女生会用的名字。21号，请叫你妈妈。21号有合照哎、欸，等一下。酷，女生用的名字。等一下，我想想，有谁用女生的名字、啊？
女生会用的名字，空巴就是草莓啊。为什么空巴是草莓酱？草莓酱，女生会用草莓酱这个名字吗？会吧？真的吗？会用草莓酱这个名字？我以为是那种比较正常的名字。知道二十一号是谁？二十一号有合照。二一是二一大叔吗？还是你记错？二一大叔，二一大叔有那个吗？二十一号，为什么是二十一号？五百一十，为什么又多了一个五百一十号？等一下，我问号。我来看一下，雅典娜。嗯，台南市，狮子座，39。送出30000。你问好，你问好，我超问好，现在超问好。又来510，对啊，为什么突然爆了一个510？但是510感觉很像冰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那个勋爵的话，五号，你说谁？五号又是谁啊？五号完全没有提示啊。绝对不是冰的，绝对不是冰的。可是是勋爵，勋爵还会有谁啊？勋爵，510号。五百一十号。510号，还是帅员？帅员不是肯那个等级很高，就是有送过火箭，有送过火箭就是那几个，有送过火箭就是那几个。等一下，巴拉巴巴巴，510号又跑出跑的，为什么突然跑出来？原本的昵称跟八号有关。八号，所以是八八吗？我知道有跟八有关的就只有八八了。浓眉啦，浓眉突然跑出来，越猜越多，越来越多人，我永远猜不完欸。晚餐吃什么？我晚餐吃什么？晚餐还没吃。雨后春笋的数字。一直生长，破太快了，所以510是浓眉哦，勋爵耶，好吧，你送了很多的浪花，你还在猜，我还在猜啊，现在还有谁？所以08:00是草莓酱，是吗？因为我不知道有谁已经改过来了，所以21号是谁？有合照欸，生日会有合照。你是热爱咖啡与抢红包的8号，热爱咖啡跟抢红包的8号。热爱咖啡，所以你是阿爸，我看到你的贴文了，所以8号是阿爸。外面好可怕的感觉，多了 BGM。五号又是谁？
五号，五号没有给我提示啊，我完全不知道五号是谁。こんばんは、こんばんは。谢谢谢谢阳光。草莓酱回来，所以草莓酱是空吧空？为什么女用吗？女生会用这个名字？好吧，我拜给草莓，女生喜欢的草莓。五号名字是不是只有一个字？那就是折啊。五号的话，一个字的话，只有折吧。解开诅咒了。解开诅咒了，阿巴的诅咒。五号只有一个字，然后不是折。哎，一个字，然后不是折。一个字而已，等一下，一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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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叠字。所以是那个了吗？坤坤五号，觉得很好玩。我觉得心好累，怎么那么久？我充电吗？有充电。谢谢五号的遨游太空，谢谢坤。困难哦，这个游戏有点困难，我觉得好困难。为什么坤坤是五号？所以猜对了，应该猜对了吗？大家投保，不过我以为你撩妹够明显。Hello， 秋品涵也想挑战一下，好玩吗？还不错，今天有主题这样，猜谜的主题。谢谢阿巴的掌声鼓励。错过精彩的。晚上好哦，品涵。过关了吗？我还没过关，我21号还不知道是谁。品涵才会一样吗？品涵今天也有开吗？那大家也去玩一下。谢谢蓝色应援棒，考验记忆力的时刻到了。平安的贡献榜也有妈妈。刚才有人说出来，恶意有底的吗？恶意刚刚不是说的什么恶意大叔吗？可是好像不是啊。21号有合照哎、欸，有合照。超级明显吗？他只有给我合照这个提示啊。合照在哪里合照？在哪里合照？你被否定了？什么？你被否定了？所以真的是恶意大叔吗？生日会。恶意大叔哭晕在地板，因为刚刚他直接打出来恶意大叔的名字，所以是吗 ？Hello 怀怀，21号，所以真的是恶意大叔吗？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打，我以为他们不是说，我以为他们开玩笑，想说你不在这里。恶意大叔痛哭，对啊，21号嘛，你是妈妈，你不是妈妈。欸，所以20号是谁啊？有人知道20号是谁吗？因为他直接消失了、欸，20号直接消失。大叔哭了，不要哭，你是妈妈。恶意大叔。六号，还有谁？六号，20号。314号，换你们整21号，你是510，哦，好像有看过这个这一整串，
阿布美，又是摧毁。大家的头贴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一大叔擦眼泪，你去改回来，去改回来。我现在还有6号、314号、20号。20号跟我讲说是什么日本的神话里会出现的动物，然后跟某某有关，不知道。头贴是你本人的寄国书啊？哎，胡子，嘿。我需要一点时间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原来是这样被叫胡子吗？20自爆歌吗？有印象，有印象，看到照片有印象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叫纪国树，不知道叫纪国树，跟火影有关。自爆歌也在，自爆歌是谁？九尾啊。九尾狐，有人叫九尾狐吗？诶、欸、九尾，十二尾了，为什么变十二尾？314号，还有6号。剩两个，但是他们两个直接消失欸，这两个人直接消失，我可以算我直接过了吗？驱逐他，还要驱逐他。情人节深写8包，完全没有灵异跟饺子。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什么又多了99号？99号刚刚有在这里吗？99号刚刚没有在这里啊。突然的99号。21号不是什么？九十九号。可是我刚刚没有写99号啊，99号。99号，诶、欸，女生，是女生。台中，女生，台中。你脑中女犯只有3个，早葵、小厨、安娜、柔君，女生欸，还有谁啊？还有杰，嗯，还有谁？还有公主，还有公主，台中的人你怎么不知道？谁啊？哇哦，哇哦，女生欸，女生明明很少，但是我不知道有谁。怎么神秘？太困难了吧？你说女生吗？很多吗？没有看过很多。99号，可以给我一些提示吗？那个很害羞的，神秘的人不会讲话。嗯，谁呀？女生呢？新女犯吗？是新女犯吗？我知道吗？我看，唉，他有标你，你有按赞，他有标我，我有按赞。
标了我，然后我有按赞。我有按赞呢，等一下。女生，女生，女生。标我，我有按赞。竟然有你有这才第一次有标我，然后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昵称，不知道你的昵称。今天活动你也这么觉得，是那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嗯，女生欸，愚人节第一次来所以不知道吗？是那个吗？ Yoko Yoko 羊羊羊，是吗？我现在看到女生有标记我的99号，现在在99号，现在在99号。中了，中了吗？中了吗？那个有戴眼镜，有戴眼镜吗？有戴眼镜，然后卷头发，卷卷的，是吗？嗯，你没问题，你没问题，有点困难。记忆混乱，我今天右脑过度，居然记得柯南灵异办案。那你是什么办？你是妹妹头，你剪了一个妹妹头。对，很明显就是有剪头发。Hello Yoko， 你叫 Yoko 吗？还是要叫羊羊羊 Yoko？ Yoko 好像比较好记。妹妹头还有没破获的吗？就6号跟314号。我直接把这个拿来洗。会不会太多人了一点？现在是赶场了，拜拜拜拜小白，谢谢真情告白，谢谢小白真情告白。妹妹头不是你吗？对啊，你也是妹妹头，你也是妹妹头。谢谢小白，很多个真情告白，好多操作了。你们这个规模会不会有点大？今天只是个愚人节。你真的记超多，都是数字，我一整个问号。0.143 77 45 17 0号 87 608号1号 88 48 182 49号 37号100 1221号46号10号121号484号。恭喜二一大叔升级到一等哦。所以是刚刚是你说要改回名然后再续粉丝团是吗？辛苦学霸林一，跟草莓弟一样。刚刚几号？金佑刚刚几号？17号。谢谢生煎包，谢谢生煎包。对对 ，Hello 下课 ，Hello 下课。17。被你讲的不要不要，我刚刚做了什么事？谢谢安娜的棒棒糖，谢谢棒棒糖。数字君99号，孝贤3号，很快出现的3号。谢谢谢谢于心的蓝色应援棒，
那个提示是15岁吗？你说大雄很年轻，我说他剪那个头发看起来变年轻很多。既然都过完121号，趁机找到改 ID 的机会。我以后只记得121号，不记得名字这样。谢谢皮卡伟的棒棒糖，为什么叫皮卡伟？现在来考号码，现在来考号码，号码有点难记，号码太难记了。炸弹 B61，15岁好像有错，因为15岁没有几个、啊。连续开福袋。谢谢谢谢笑贤的麦克风，今天有输过吗？没有输过啊，有夹，刚刚有稍微夹一下，好哦，好哦，哦，今天愚人节比较哦，愚人节比较哦吗？谢谢大家今天这个企划，让我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有事情可以做。你怎么开了一小时我没看到？谢谢怀怀的麦克风，你没有看到，开了两个破万，非常飞。对，我你刚刚说你孙雪村都没有抽到，真的还蛮飞的。预计只能撑五分钟，你说今天的活动吗？本来又要做什么？本来没有要做什么，本来也是没有做什么。今天你玩的开心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有游戏，有游戏可以玩。对，然后我可以认知一下大家的特色。预计五分钟就会正常闲聊，对啊，正常闲聊。我今天考试的成绩全部都出来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可以被很多妈妈怀绕，刚刚那个全部都是妈妈的大头贴，我真的觉得很壮观，很壮观。平均有及格吗？有，平均好像70几吧，同学算的。平均，不要考这样，考的不太好，考的不太好。对林一来说就是个教主推，对，信伟是教主推。林一说有丢十塔的，这样就林一就气得你丢很多塔的，就是北人神推。最高是哪颗？最高是技盖。文书处理技盖，就是被提苦的。谢谢新之饭，谢谢二一大叔的新之饭。对不起，我刚遗忘了二一大叔。Hello 阿贝桑 ，Hello 玛利亚桑。技盖房子的科目，我唯一一科不及格叫做数学。我们班数学平均20几分。晚上好哦 ，Hello 李威。阿贝桑晚安安，是阿贝桑的给的睡衣。那英文呢？英文我有及格啊，65分，65分。累档，那你？恭喜您英文及格，对，我及格了。数学不调分数吗？不调分数，他一题4分诶，然后我40分，所以代表我只对了10题。那你是对了吗？那你没是对来，那么还是对。然后还有什么程式吗？程式我91分，然后还有什么？
城市吗？城市我九十一分。城市吗？城市我九十一分。史塔很壮观。史塔吗？可是那是火箭耶，不是塔。卡哇。再上两天就放假了，放假。数学是选择，不是填充题。填充题超困难，我们班最高72分的样子。性感女神，性感女神，怎么关掉贵族炫炮进场特效 ？Hello 林国 ，Hello 林国。高职数学72根本是神，根本是神，我不行，超懒的。然后我们数学老师讲说，这个单元是最简单的一个单元，然后到后面就没救了。どうやってプレゼントするの？右下のプレゼントがある。但是要有浪花，要抢红包才有。史塔现在看看才1/5的火箭，超贵超贵。数学全挂，对啊，我们一听到我们班数学平均20几分就觉得很好笑。大概有几个不到5个吧，不到10，应该不超过10个，10个以内，比10个还少。老师骗人，我们今天。城市因为老师的解答错了4题，然后总共有18分，然后老师就说要调分数很麻烦，就是每个人不知道有要改对还是改错，然后他就说太麻烦了，全班直接加18分这样。火箭破坏所有价值观，对啊，火箭真的超贵嘞。很佩服你们竟然有办法送那么多火箭。老师也是傲娇。我们班第一节就超嗨，因为老师直接送18分。谢谢，谢谢玛利亚桑的生煎包。できた，できた。两塔等于二火箭，十塔等于二火箭。开根号乘以10。肉包、生煎包，生煎包是那个，很像水煎包，小小颗，然后里面有菜跟肉，里面有菜，然后外面油油的，是吗？送礼也是送吃的，谢谢礼物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今度食べに行こう。今度いいよ。你稀饭你，稀饭你，谢谢叶兰。用煎的包子，对，用煎的。三角函数也挂了，而且我们明明没有学 second， 结果出来题目有 second。生煎包感觉更油一点，就是外面很油。修润熊也壮观，我记得有一次修润超多熊，超多熊，因为说连续送10个熊，比塔还多的样子，然后就很多人送熊这样。谢谢生煎包，为什么要一直送生煎包？我会想吃，会想吃。只教上一口塞天卷，对啊，我们也是只教上一口塞天卷，然后他突然出了 second， 我就 second 是什么？谢谢玛利亚桑的生煎包，你为什么有浪花可以送？还记得，还记得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好像是10熊比1塔多，对，好像是说连续送10个会。加成，谢谢 ，love you。
何ライブ難しい好き全然わからない。只有送礼物的功能吗？还有看直播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功能吧，有那个特效的功能，我今天还没有玩特效。还有什么？玩特效啊，玩特效！你有画腮红，我有画腮红啊。远一点看比较清楚，因为往前就看不到。大概遅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。只还有其他的礼物。レイ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今天是川阿部さん送的，对啊，是他送的那一件。开始玩特效，你很喜欢这件，因为还蛮舒服的、啊。现在还今天蛮冷的，なんでハート出るの？あのあれはなんかこのランライフの、特效。特效可以打开那个特效，你可以去下载那个特效，有一个长一个人头，有一个人头，然后点进去会有手势特效，就是你比动作它会有特效。等一下试试看看，有爱心，还有赞，还有 OK， 然后还有可以变脸，有很多特效。你等下试试，还有恶魔的那个特效。超多特效，倪妮老师特效教学还可以调美颜呢、欸。我上次调过，超可怕。我上次调过美颜效果，看到爱心心动了。后面有我 ，Super Ben， 调来看看。我刚刚调过了、啊。超白、欸、我现在超白，有吗？有瘦吗？我觉得大眼比较好笑。超大，空间扭曲，我觉得那个眼睛超大。可愛い。マリアさんが使ったらめっちゃ大きい。大眼好好玩，超大的，这个眼睛大的人不能玩呢、欸，就是会很像外星人。我还好。本当に可愛い、可愛くないよ。これは今日は今天是愚人节，今天愚人节。那你自己睁大了吗？没有啊，没，本来就很大啊，不然你们再看一次。很大啊，我觉得很大。这样超像天线宝宝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没有眼白。有吗？有差吗？愚人节企划无视中了。
抽到我自己觉得好可怕，我觉得好可怕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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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眼，怕。瞳孔放大泡泡，我不能戴隐形眼镜，因为我戴隐形眼镜，因为它基本大概都是14nm， 是吗？14起跳，所以太大，所以我的眼白会不见，超像天线宝宝，就跟我表妹长得一模一样，超可爱。突然变大，我眼睛突然变大。我没有戴隐形眼镜，连透明的也没有戴。表面很像天线宝宝，他以前那个眼超大，他的那个隐形眼镜超大，然后没有眼白，超像天线宝宝，就是整个眼睛都是黑的，很可怕。你喜欢天线宝宝的谁？那个小波。红色的，而且是今天最大受害者。为什么？是第五位天线宝宝，难得是第五位天线宝宝，不敢戴眼镜，不敢放进眼睛，要戴很久。天线宝宝在哪里？很久以前的一个卡通。他不讲话，他就一直走。有四个天线宝宝，我有给他看过，我有给玛利亚桑看过，我有给你看过，可是就是长得很奇怪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还有播吗？现在好像没有吧。阿丽达，天线宝宝说你好。讲话还会跑跑，对，他结束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会一直跑，就都很难。anime 不是 anime 吧？那个是 anime 吗？波花园宝宝，我觉得天线宝宝是真的，小时候看觉得还好，但是长大你会觉得他是个很可怕的一个人物。小天线宝宝真的吗？穿紫色的住在宿舍。太阳比较热，太阳，我觉得那个洒水器很讨厌它，反正从底上伸出来觉得超恶心。还有那个扫地机器人吗？它是扫地机器人吗？它的那个声音真的很恶心。吃东西的那个，宿舍有一只叮叮，宿舍是天线宝宝组。太阳公公有脸，可是是小孩的脸啊。吸尘器，佩佩猪根本吹风机，我觉得佩佩猪很可怕啊。谢谢蜂蜜柠檬水。39号，为什么突然有一个39号？你是错过了什么时间吗？突如其来的39号，突然，太阳公公让你想到了佛祖，又一个台中的，今天很多台中的，你都在的样子，你都在吗？ご飯あげてくるね。嗨。ミルクちゃん台中帮，台中帮，台中组一个 Team TP 推。失落的39号，真的吗？他有在吗？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39号。你都在的样子，真的吗？也是台中欸，跟米露谷玩过吗？我有去过一次，玛利亚桑家，两次。刚刚为什么那么快认出你？因为你后面有三个标志，然后是绿色，是绿色的，然后后面有三个标志。现在改数字君还来得及吗？
你说现在突然改成几号吗？今天是黑长直，对，今天因为今天刚洗完澡，然后化完妆就直播了，所以没有时间弄头发，就是吹干的样子。任外康，排行榜最上面，都直接秒杀。安娜阿姨晚安，为什么要叫安娜阿姨？为什么 ？Hello 小厨，谢谢枫叶。阿贵仔，对，刚刚不小心认错的阿贵仔，绿色的很好认，绿色的很好认。他们欺负你，他们欺负你，没关系，他们也是大叔。选择题答题法，先删明显的，先删明显的，对，先把明显的拆出来，这样。谢谢真卡尼的追踪 ，follow 原来是关键干什么 ？follow 阿里嘎多人嘛是，嘉玲喜欢大叔，我可以是大叔，我从来就没有说我讨厌大叔啊。我以为安娜是老司机，为什么是老司机？自传电影要出第三集了。对啊，就是个大叔，还好吧？大家其实也没有到40、50啊，40、50才叫大叔啊。40、50应该叫大叔，变阿公，安娜贝，你已经猜完数字君了，我猜完了，目前，对，如果没有变更的话，应该是猜完了，40整，二一大叔的。图是妈语画的吗？二一打差快十岁，就会被称大叔了。你是大叔，那其他圣文应该离大叔还有点远。你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谢谢小厨的好多枫叶，54。跟林一差没几岁，米粉28乱入，心态已经老了，我心态已经老了，我现在我的那个够，我现在是30岁的身体，就是懒散，懒散。他想象中的恶意大叔握手会，他应该会吓死。我会吓死吗？你说40岁吗？你心里很成熟，你心里很成熟。我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10岁的脸蛋，吃了柯南相反的料吗？可能当仔仔久了就会比较那个吗？还是因为我摩羯座？还是因为我摩羯座看透了人生，我看透了人生，长得比较幼稚，照顾表妹的关系吧，就是我也不晓得、欸、放养，我被放养，是说蚂蚁？你说蚂蚁帮你画的那个图吗？先从摩羯座下水，摩羯座下水，有表妹做对比，表妹是金牛座，就是工作狂，就是对，看透人生有什么关系？不知道，感觉摩羯座就是比较谨慎吗？
书魂不灭。米粉二十八号，就知道下一人是谁了。你说你要去 Mina 台，然后猜吗？跟表妹同星座，怕要算在一起了。原来是 Mina 台要玩，你们要直接玩到12点。怎么萝卜又出来了？变瘦的凤梨，不是，是胡萝卜。一瞬间以为林一在转笔，我转笔转不快，我转笔很慢。泥兔子好，我不喜欢红萝卜，不喜欢大块的红，不能生吃，我只能吃萝卜丝吧。很像特效。我的刘海今天真的长得难看，每次刚洗完澡，刘海都很蓬吗？就是很难整理好。要用很久，要用超久，我的刘海才会瞬间变好。兔子 pose， 兔子 pose， 转笔有够像慢动作，你这没办法快。看那个是什么，就这个没办法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玩。今天也赶着断章，今天超淡，因为我没有上底妆。我今天用粉饼拍一拍，然后再按几下黑眼圈，然后画眼线、画眉毛，然后画腮红、涂口红，就结束了。我大概画了10分钟就结束。粉饼是这个，就这样拿出来，然后朝那个光源，然后这样按一按，然后就收起来，超快，就是根本没有，就是超随便。我想说。直播应该看不太出来底妆吧，然后就没有画底妆。现在他也确定要玩了，其实可以素颜，不行素颜还是有差，你知道吗？魏子彤这个爱心是什么？魏子彤这个爱心是什么？看不出来，用粉笔不行。粉底还是有差的，就是会白一点。你们想要看粉底的差别吗？粉底有差，有差。好吧，直播好像看不太出来。对，看不出来。但是真的会白一点欸。可以用气垫粉笔。气垫粉饼我有，可是我不常用，因为它湿湿的，我每次都拿捏不好，就会很多那个粉底在我的脸上。直播化妆，我直播化妆超随便，超随便化妆。骗我们那是粉底，这是粉底啊！我刚弄了粉底。这是口红，谁赞呢？你也有气垫粉饼，其实是粉饼。我真的是，我刚刚真的拼命的在擦腮红，但是还是没有颜色，没有颜色。涂一下口红，它还在啊。
你皮肤很好，我不太长痘痘，但是一长痘痘就是很大颗的那种，然后一定会长在很明显的地方。牛舌饼，为什么牛舌饼？遮瑕膏跟粉底不一样，分开的，先弄那个，长在鼻孔里，我有长过这边。人中的地方，长在人中，然后很痛，尤其是那时候冬天的时候，因为流鼻涕，然后要蹭擤鼻涕的时候，它就在这边，然后每次擤鼻涕，然后就会摩擦到，然后就超痛，超痛。不然它就是长在这边正中间，不然就长在旁边，不然就是长在眉中。反正它就是长在这个地方，它永远不会长在这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快关播了，为什么要化妆？没有啊，就是你们刚刚问，所以我才化，一堆特效，没了。我刚刚指鼻子的时候，它就有特效。为什么刚刚会有特效？我刚刚有比了什么吗？我刚刚没有比什么，这样，这样。刚好九点，对，九点了。心之冠时间，心之冠时间。我今天要怎么？我跟你们合照。中二 pose， 中二 pose。张鼻头，系统来帮你按赞。长在鼻头。长人中好，好尴尬。谢谢魏爽的心之冠。但是你 tag 不到我的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tag 不到我的脸？讲人中好尴尬，超尴尬的。谢谢心之冠，爱心。还有什么？我有看到那个台，我们去台中偶像学院，有一个小妹妹，她比了一个爱心，爱心。她突然读取到，我觉得很可怕。今天心之冠时间好短，对啊，超短的。这爱心真少见，对。没有没有，不见了，读取不到了。还有这种其实我觉得我比的还蛮 OK， 但是我妈比不出这个爱心。还有什么爱心？还有这个爱心，手指爱心手会酸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真的很奇怪，微妙微妙的小爱心。你明后天还有课吗？明天后天有啊，有课。手指比心，那我先念排名。今天军圈的钻石贡献吧。日榜，今天的第十名是怀怀，谢谢怀怀。怀怀的大头贴跟副尾一样。是有什么活动吗？第九名是信伟，谢谢信伟，谢谢信伟。那个下次升学成加油。第八名是傅伟，谢谢傅伟，绝傅伟，拿两只鼓棒的傅伟。第七名是金佑 ，Hello 金佑，金佑是几号？17号是金佑。第六名是数字君39号，39号，所以39号到底是谁？失忆。五号，第五名，永远守护者米 ，AKAA， 谢谢 AKAA。第四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， 你那个大头贴还在？为什么你们会去找这张大头贴？第三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二名是小白，谢谢小白，他应该
去找平衡了吧。第一名是默默的零一推 Hello 坤坤，谢谢坤坤，谢谢坤坤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你们会没事找到那个照片？其实还有，他还有很多很奇怪的照片。我喜欢他这个小剧场里面的39是亚马卡，亚马卡，给我39号是亚马卡。好，谢谢亚马卡，谢谢亚马卡，都是为什么的馊主意，吞杯子嘛。那个，他之前有跟那个林春健一。他有一个 Adolive Live， 就是即兴表演的一个舞台剧。那个好像2010几年吧，2014年的那一次他有参加，然后他穿了一身外星人，就是超好笑。你们可以去某个网站上查，可以看得到完整版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大家可以去。我觉得要会日文的人去听会比较有那个感觉。对，拜拜。怎么还是39啊？亚马卡后面才来，所以我不知道39是他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阿多利夫。大家可以去看，如果有空的话。然后这个小剧场在2017的 Mixing 的 DVD 里面有收录，对，网络上应该有吧，可以去看一下。一人饰演多角，然后他还有扮女装，大家可以去看他的，就是很厉害，演戏很厉害。拜拜。你的阿多利夫，你没办法，拜拜，截个图，跟大家做纪念。别推坑我们，你们要推，我要推你们入坑啊，就是要喜欢偶像，喜欢的偶像。拜拜大家。你是早葵，一起抢周边啊！不用抢周边，你们认识就好。你们要认知我为什么喜欢妈妈。拜拜！你是不是不会写葵？我只是那时候很赶，所以我没有写。可是我只喜欢你，那你就会输别人一截。如果喜欢妈妈的话。会加分，大概加那么高这样。拜拜，要9:10了，六颗妈妈就回不来了。回得来好不好？晚安，拜拜笑人。好，我早点休息。好，你爱上了太不行，这个跟小青有的比，太快，假的，这都假。拜拜拜拜，真推妈妈，对，要真推妈妈，但是钱包只有一个，你们可以不一定要花钱在他身上啊，你们可以看 YouTube 什么 MV 之类的，演唱会之类的，然后声优见面会之类的都可以看啊，不一定要花钱，拜拜。看免费的妈妈付费的你。我有付费，拜拜。